作吧。国师真是未卜先知，佩服佩服。娘娘是王母娘娘跟前的瑶池仙子下凡，身上的菊花花香是佳人未到芳香先到。此香只有天上才有啊，人间能有几人闻？就连我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老道也难免摇惊心动啊。原来国师也会说笑话呀。哎，不是笑话，是实话。孟子云，食色性也，美色当前，怜香惜玉而不动心，那是圣人；怜香惜玉而怦然心跳，那是普通人；不怜香不惜玉又铁石心肠，那不是人，是畜生。老道做不了圣人，又不愿意做畜生，只好做普通人了。道长高论，可惜呀，有人就是不懂这个道理。娘娘说的是皇上。皇上为了长生不老，早已不近女色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无论多么伟大的帝王，他都会被征服的，因为有两样东西他是永远无法抗拒的。哎，吹死牛不上税啊。皇上贵为天子，要什么没有？他老人家就是要三条腿的蛤蟆，天下的臣民明天一早就会争先恐后的奉上，还有什么皇上得不到的东西呢？美女仙丹。美女是帝王永远也满足不了的追求，仙丹是帝王长生不老的梦想。道长能帮我的忙吗？我很愿意帮女人的忙，特别是漂亮女人。在我们玉仙帮来讲，性欲和寿命成正比，性欲越强的人寿命肯定就长，反之亦然。所以老道炼制的不老丹，其实说白了就是不倒丹，永远不倒。来！哎！哦！你没事吧？啊！你敢打我？你打他？炉里炼的是不老丹，是给皇上五十大寿的，炉盖一揭，真气就泄了。也怪老道一时情急。情急？就为这破金丹？我还告诉你，这金丹，这皇宫里所有的人，包括你这个老杂毛，加起来所有的都抵不上一个东方侯。金丹算个屁呀！不敢还手？不是不敢，是不忍心。挨女人的打，尤其是漂亮的女人，就是皇上也会心花怒放的。犯贱！启禀娘娘，皇上有旨，请侯爷去太子处议事。那我就走了。嗯，恭送侯爷。你的金丹真的就这么灵验？娘娘请放心，只要皇上服用了我的仙丹，你就准备日夜伺候皇上吧。玉仙帮主，你很好，很知趣，也很懂事。我想请你帮我个忙，不过不是男女间床上的事儿。120个愿意为娘娘服务，请娘娘吩咐。
我要你设法说动皇上立小皇子为太子。皇上不会轻易废除太子的。这个我知道，太子玩物丧志，皇上对他早就不满意了，你要做的不过是让他提早结束太子身份罢了。枕头边上的药不是更灵验吗？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说话分量更重。条件？你和我谈条件？贫道不敢。哼。娘娘请留步。我想问娘娘，你为什么对侯爷那么好？我老道是方外之人，都有些嫉妒了。真想知道。就算玉父的定金。在我眼里，世上只有两种男人，一种是让我来爱的，一种是用来做工具的。我只能是用来做工具的吗？啊，父皇来了。父皇您请稍坐一会儿，儿臣一会儿就弄好了。这就是你的木鸟书院。听说你还想让你的木鸟飞起来？儿臣常想，当年诸葛亮做的木牛流马都能动，儿臣的木鸟啊也一定能够飞起来。这些事你应该让工匠们去做，你是太子，是王位继承人，应该多关心朝政。你母亲去世的早，你是朕最疼爱的儿子，江山社稷千斤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。你说你整天鼓弄什么木鸟，你将来怎么能够继承大统，接朕的班呢？儿臣觉得我的木鸟一定能飞上天。玩物丧志，异想天开，成何体统？皇上，老臣正要为你贺喜呢。喜？有这样的太子，喜哭都来不及了。臣以为太子殿下天资聪慧，人所不齐，做事认真更是难能可贵啊。他把他的聪明才智全都用在这些木头上了。哎，天下是一个道理，这要太子转性能把他的韧劲儿用在处理朝政上，定会成为一代明君呢。太子殿下是不是啊？儿臣只是觉得我的木鸟一定能飞。太子老兄又惹父皇生气了，还是我来替你解围吧。恭喜父皇，贺喜父皇。哼，你不给朕惹祸就上上大吉了，有什么喜呀？女儿给父皇招了个王妃，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喜事吗？什么？你招了王妃？对啊，鸟州知府的冯素贞果然是貌若天仙，女儿实在是舍不得，所以我一高兴就把她招为王妃了。胡闹，胡闹。哎，父皇，你金口玉言亲自命令让冯府比武招亲。宰相大人，你的儿子刘昌盈是个书呆子，根本不会打。东方胜吧心眼不好，武功更不济，女儿三拳两脚就做了擂主。嗯，不过父皇说得对，一个女孩家娶一个女孩做皇妃实在也太不像话了，所以太子老兄，我把我的王妃让给你，你怎么谢我？哎，怎么样啊？啊，我的木鸟能飞。我就知道你会娶块木头鸟做王妃的。万般无奈想来想去，女儿只好把冯素贞还给她原来的未婚夫李兆廷了。将来父皇也给你比武招亲，找个好驸马。哼，皇妹招了人家女儿做王妃，将来
父皇也给他招个女驸马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上朝执政，有丞相辅佐你。啊！老臣领旨。父皇，您身体健康，智慧过人，而且我想，我要集中时间，集中精力，研究长生不老的事情，争取早日成仙，做真正的万岁。另外，也可以锻炼你。儿臣领旨。太子老兄，这下你可惨喽。请太子殿下定夺。请太子殿下指示。照此办理啊。臣有本起奏。目前国库空虚，要加强军事力量，必须加大赋税。臣已经同杜支部商量好了，每亩地要再加收赋税3000。不行，今年南方大水，北方大旱，中原又遭受百年不遇的蝗灾，连赈灾都来不及，怎么能再增加赋税呢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哎，朝廷不要了，那些文武百官都不养了？没有黎民百姓，要朝廷何用？要文武百官何用？没有文武百官，朝廷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黎民百姓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搜刮民脂民膏，那黎民百姓只有卖儿卖女了。你这是污蔑大好形势！卖儿卖女，谁卖儿卖女了？哎，丞相大人，你可不要人云亦云。太子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啊，卖儿卖女，照此办理了。要干呐！困死了！这木鸟没飞起来，我的灵魂要飞出窍了。这木鸟要怎么样才能飞起来啊？精辟，精辟，佩服，佩服！只要假以时日，太子的木鸟就能够飞上天了。什么叫假以时日啊？我告诉你们，8月16是我父皇的寿诞，这木鸟可是寿礼，那天一定要飞起来，不许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谢万岁。父王，父王，来，父王，您50大寿，孩儿要送一首贺词。哦，快念给朕听听。父皇，父皇，天下最强，仙寿永昌，地老。地老天蓬。
竟然用一堆毫无生命的木头，还说能飞。这个道理你不懂，你永远都不会懂。你只知道把活的生命弄成死的，你哪里知道把死的东西赋予活的生命是那样的有乐趣啊。死东西就是死东西，打死了也活不成。你总算讲了一句有道理的话了，既然死的东西不可以变成活的，那么活的东西怎么可能永远不死，可以万岁呢？皇上，今天可是你万寿大喜的日子。哼，皇儿，你知道你的木鸟为什么总也飞不起来吗？请父皇教诲。因为你的木鸟没心没肺，没心没肺。哎，有道理啊。父皇，木鸟有翅膀没心，怎么可能飞呢？这种浅显的道理我都没搞明白，父皇您明白了。父皇伟大，父皇英明，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你给朕滚出去，等你长了心再来见朕。儿臣领旨，儿臣这就回去研究怎样让木鸟装上心。预先国师恭献寿礼。恭请皇上解不老仙丹。皇上，不老丹普天之下只有一颗，金贵无比，从采药到炼制到服用，绝不能沾一点人间浊气，沾了就不灵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要用嘴接。哎呀，皇上，万岁爷请起。国师先生，这不老仙丹要多长时间才能生效啊？一炷香之时立刻见效。这么快？太夸张了吧。臣也有一件特殊的礼物奉上。哦，快拿来让朕看看。上礼品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平身。是臣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臣弟寻遍海内外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找到了这个西域美人。是臣弟，快把她带上来让朕看看。遵旨。美不美？美。朕该怎么封赏你呢？其实朕封赏你什么都不会引起你的兴趣，朕还是封赏朕的皇侄吧。谢皇上。东方胜听旨。臣在。朕敕封你为御前带刀侍卫，赐龙形宝刀一把。谢主隆恩。
臣浑身有点发热了。皇上，这说明不老仙丹起作用了。好好。丞相，臣在。你赶紧带领大臣们去设宴啊。皇上。太子，鸟儿要怎么样才能飞？因为鸟儿有一双翅膀。人为什么没有翅膀？有翅膀也飞不出这高墙啊。最重要的是有一颗心。鸟儿飞上蓝天，是用心在飞。怎么办？除掉他。那谁做太子？小皇子。你是说我们的儿子？他抢了你的女人，要他用江山来补偿你。你摸摸看就知道了。啊，来，我摸摸看就知道了。皇上驾到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皇上！怎么回事？你的心是用什么做的？来人，在！把太子给我押入天牢！皇上，太子万万费不得，恳请皇上收回成命。这种大逆不道的人怎么能立为太子？皇上明察秋毫，这事肯定另有隐情。隐情？朕亲眼所见，还有什么隐情？皇上，皇上，朕已经决定了。老爷，这些天你为太子的事都操了那么多心，这样容易上火啊。太子是一个至性至情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儿来呢？我在朝中多年，虽没有大的功劳，可维持这种安定的局面不容易呀。今后怕国无宁日啊。老爷，倩儿去跟妙风师太学艺这么多年，也该回来了吧？妙风师太来信说，我们倩儿的武功啊进展神速，她要是回来，也许能帮你的。元帅解不了禁渴。哦，夫人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倩儿肯定会遇到麻烦，并且不是一般的麻烦。
天涯海角谁伴君，一路踏歌我独行，还好有你陪着我。管供他细发，此阵自然就破了。你个算命的臭小子，竟敢和我们玉仙峰作对，走着瞧！都多谢公子相救。姑娘不必客气，也是姑娘命不该绝。先生一眼识破五行阵，一语道出破阵之道，真是高人，敢问先生尊姓大名？其实我对阵法一窍不通，我是个算命的，是以阴阳五行来混饭吃的，所以他们一站位，我就能看得出来，这是阴阳五行阵。东木、南火、西金、北水、中央土。他们只有四个人，所以就少了西金，便以中土来补上，结果阵腹中空。更何况，中土西挪，必然是薄弱环节。也是姑娘幸运，命不该绝。如果五行齐全，我想你今天是凶多吉少了。这四个人再加一个金亢龙，是玉仙帮的五大护法。玉仙帮是江湖上最恐怖的一个门派，他的势力遍及数十个州府，为非作歹，恶贯满盈。先生，今日你得罪了玉仙帮，恐怕便不得安生了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已经得罪了比玉仙帮还厉害的人，就不再怕得罪任何人了。比玉仙帮还厉害的只有皇上，一个算命先生难道能得罪皇上？公主请留步。天牢种地，闲人免进。哼，认识这个吗？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算你识相，把门打开。是。把门打开。是。太子老兄。皇妹，人心是肉做的，鸟心也是肉做的。哎，木鸟的心应该用什么做呢？父皇骂你啊，真是一点错都没有。你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，脑袋都保不住了，还想着你的木鸟。别动。跟我走吧，父皇等着审你呢。
把门打开。这，哎，闪开点。走吧，外面轿子还等着你呢，快走啊！哎，等我一下，你敢不听我的话？你敢跟我作对？走吧。停下来，停下来！又是什么事儿啊，老兄？木鸟，我的木鸟！小兵都保不住了，还木鸟？木你个头啊！没有木鸟，我要命做什么？真受不了你！看看你座位底下是什么？哦，哼，太子老兄，醒醒吧，对头来了！哼，受封的感觉很幸福吧？很幸福，特得意，公主。你今天是天香呢还是闻臭？天香本闻臭，闻臭即天香，你懂吗？嗯，我谅你也不懂。哼，哼，走。你想干什么？公主殿下，轿子里是什么人呢？哼，清明要饭，你管得着吗？皇上赐我龙行刀，封我为御前带刀侍卫，我就要尽我的责任，请让开。那你要问我的甘蔗答不答应？你不认识这金牌吗？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皇上赐我龙行刀，先斩后奏，你什么也拦不住我。太子老兄，你现在是金鸟也没用了。来人，在。把金饭给我带走。是，走。太子老兄，这下帮不了你了。圣旨到，宣御前侍卫东方胜进宫见驾。皇上有旨。宣御前侍卫东方胜进宫见驾。王公公，我抓住侵犯了。皇上旨意只宣东方胜一人。可是东方胜，你敢抗旨不遵？嗯，王公公，皇上到底在哪里？什么？你要见皇上？你敢假传圣旨？哼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我老人家刚才是救了你，你不思知恩图报，反而诬陷我。王公公，我是个急性子，是最听不得人家说半句话的。您方才的意思是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？嗯，王公公，我老人家老了，老得满眼金星。我明白，我明白。嗯，不成敬意，请公公赏收。天牢戒备森严，连只苍蝇都不能随便的进出。那太子他能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吗？您的意思是皇上他？呵，行，这金子还不错。据我的经验，他怎么也得在四个九以上吧。不过呢，一分钱是一分货，你这一片金叶子就想换回我这么重要的信息，我亏大发了，也就是赔本赚个吆喝吧。
天香公主是皇宫里第二个不能得罪的人。谁是第一？王公公，您怎么老说半句话？哼，因为你的金叶子，它缺了一块儿。皇上，我不该来吧？爱妃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给朕泡茶。臣妾想起这个时间皇上该用茶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好，来得好。上水。放下吧。皇上，请用茶。皇上，臣妾今天来还有一事相告。说吧。太子被天香公主救走了。刑部这帮笨蛋。皇上，臣妾深信只属皇上一人所有，可是太子他……好好好，朕派人捉拿归案啊！不知皇上想派谁去？虽然这小子大逆不道，可毕竟还是皇室的家事，如果派外人去捉拿，有损皇室的名声。爱妃，你有合适的人选吗？不知皇侄东方胜合适不合适？啊，朕怎么没有想到呢？东方胜还有一事想求皇上的旨意。有什么事啊？他想讨一件圣旨，娶妙州知府冯少卿之女冯素贞为妻。攀上皇亲国戚是冯少卿的造化。圣儿怎么不直接来讨旨啊？年轻人嘛，面嫩。好，朕同意了。谢皇上。